年办的，去年年底在春日村有办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型的音乐会。那我觉得今天在这里有更高规格的，有更多的人参加，然后还有工作人员，然后舞台又这么大，然后我就觉得活动越来越成功。当然是要感谢中心人的青年会，给你们继续大声大大的掌声，好不好？耶、yeah! ！哇！当我收到那个邀请函的时候，我们团员都非常的感动，非常的激动。那因为我们自己主办这个活动之后呢，有年轻人看见，可以自己带回部落自己做一个音乐的晚会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就在这边谢谢中心人给我们机会，谢谢。然后呢，今天要带来一些歌曲，那比较特别是我们比较唱比较多卢凯族的歌，因为我本身是卢凯族的，好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听看看我们卢凯族的歌，好吗？